再来看到哦，如果你要迎接2022，已经想好计划了吗？在宜兰的外澳银树光，这是当地的重头戏。今年呢，还会在现场送出清水地热券跟暖乎乎的姜母茶。而另外，头城休闲农场也有生态跨年活动，有原住民的舞蹈跟金头脑的闯关抽奖，让大家开心的迎新年。旭日冉冉上升，看见曙光，遇见新希望，准备好迎接2022了吗？东北角这次不只有迎曙光活动，还首次推出生态跨年。透过头城农场的生态跨年，跟在外澳的龟山朝日，有创新的一个做法。除了生态跨年晚会，感受自然生命力。2022新的一年，从迎接第一道光开始。元旦清晨5点开始，在头城外澳服务区能捕捉到龟山朝日绝美画面，和龟山岛一起望着海平面等待旭日。活动现场还将发给前111名民众清水地热券和600杯的姜母茶给现场游客，还能在磅礴鼓声的伴奏下欣赏日出。今年在宜兰外澳，曙光出现的时间从6点12分开始，大约在6点37分就能看到日出。不想人挤人也没关系，宜兰还有隐藏版的看曙光地点，像是壮维沙丘、南洋溪口水鸟保护区、来来海事平台、南方澳观景台、草岭古道垭口，东北角藏着许多景点，等你一起迎接2022的到来。欢迎我张成伟、戴荣成、廖子轩宜兰报道。